是把这些档案快速点两下打开，它一定是用 Excel 开启，然后看它是哪一年，我就把它存成 CSV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资料处理。然后这是97，所以我就档案另存浏览 CSV。97是什么？2008Y，对不对？2008。Y 可以吗？确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这一台电脑它是2016版，2016版那个时候，2016跟2019真的差不多，可以吗？可是我的2016没有这个版本，没有 UTF 那个版本。可以了解哦，但是你们要存成那个哦，你们要存成 UTF，然后这个档案我就关掉了，不要储存，可以吗？然后这个档案其实就可以删掉了，那我继续做，点两下，打开这个档案，可以吗？这些档案全部都要一模一样的做法，启用。编辑，然后档案另存新档浏览。记住哦，因为我的这台电脑没有在这边，我是2016版，Excel 2016版，你们是用 Excel 2019版，所以我只能先把它存成 CSV。诶，它是哪一年啊？刚忘记看了，88就是2009。哦，不对，1999年，档案另存新档，其实很，如果担心存错的话，是1999Y，储存，是的，然后这个档案就可以关掉，不要储存，可以吗？以此类推。请你们现在就大家一起来把它给做完，每个档案都要做哦，反正就加1911就对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因为你没有启用编辑，不能另存，要先启用编辑。是我怕我那边整个做过。
是要过期了，你们这个不是要昨天过期了，不能用，不能用。你要看懂资讯哦，不然你都不知道打电话要打给谁。还是你们不管什么，反正电脑问题就是直接打电话问资讯局，就是你们单位的资讯人员就对了。是，哦，好，那我还是继续先把它做完。可能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到别间教室做。只有看一个，好像是，这没有，这是下载，这是下载，对吧？最低，我们要帮。那你要不要听乐曲？我也会听。就第一个，就然后做的话，要不要先暂时做到别的？因为我这台也必须用来。好，这台好，这边的，这边的。